条个链呢，就被丢下去。先放地上吗？好，那个绳子就给他了，百多的绳子。他的第一份礼物，反正哎呦，他还有这个本来就绑在脖子上的、啊，对对对，这是被丢下来，应该是，哎呦，哎，他像小狼犬呢吼，对啊，会不会是小狼犬？太重了，不知道，真的很瘦，会不会是小狼犬？应该不是，好像年纪还很小的感觉，头大身体小，年纪很小，但他嘴巴我觉得好小，嗯，哥，4:41，太好了。救到你了，你是男生对不对？OK 那接下来怎么办？